平常有去坐？有啊，派阿中倒一拢坐过。啊，迄个班长吼，若请假去，倒去坐啦。亲啊，我都含含家境，啊实在哦，对恁足歹势。要不吼，这门亲事，我一定要跟。七大爷。想袂到讲今仔日哦，代志会变成到安尼啦！啊，你叫我醒唔哦？安尼敢袂叫我伤过早？大家吼，拢是有头有面的人啦，代志变到安尼灰扣扣，这款代志若传出去，拢知影，实在有影的，闹亏闹长啦。这我知啊，要不安尼啦，这种代志哦，大家来做一段路啦。啊，我吼一定会好好吼对你有一个交代啦，好无？阿母啊，莫讲啊，人根本就无想要嫁我，我咧共姜伟涛意思咧。我话这件代志哦，煞煞去，来等。姐，免咧生气啊！实在哦，今仔日出个代志哦，让我足失望的啦。出个代志讲起来哦，有够安尼啊，对恁市家哦，实在足无面子的呢。连阮李家哦，若传出去哦，看我对伊亲戚五站哦，是要安怎交代了？讲一句啊，这阵代志是阮唔对，我还负责将村老车转来啦。是啊是啊，我邓英敢唔甲你挂保证啦？嗯，除去迄个嫁妆以外哦，佫佮嫁衫、嫁的这土地啦。好啊，无稀罕啦，邓英敢哦，无较济啦，行，咱来转。哎，无咯，姐啊，姐啊，吼，是代要歧视我咧？迄款囝你安怎嫁的啦？吼！咱做做啥嘛免遮拼，做死也无工钱啊！你莫撑，伊就从开始就是安尼，袂输叫有鬼拍着。听讲吼，耳口我常在讲，讲市内面查某囝在阿边佫走。叫唔叫啊？昨先拢你家才送听尔，今日就甲阿边佫走。阿边早即届就好伊参考，市内面一个面一定敢假。外口有咧风声，讲市内面查某囝佮伊约走一手。一摆，人家在树林啊，真的啊，我去往抓着到嘞，一摆是真的嘞，啊，一摆哦，连人煞走去啦。小生啊，听讲时代大小姐是新时代女性，又搁开放，又搁晓嘞。啊，你自细搁你四十大汉，啊，你唔知有介意有安尼？你干啥？你干啥？你干啥？你创啊？小生啊，你起笑，那你起笑呀？哎哎哎，阿弟啊，就是搁在起笑啦。是啊。三天两头袂算痟，我真忙讲。头家，安尼我一摆带下落，我是有性命危险嘞。头家，你赶紧去，有伊就无阮啦，阮就无伊啦。我干你！哎，干！小生啊，啊你安尼话，我想你要安怎做啦？小狗，伊甲平仔走，甲你什么地带啊？遐尼粗毛是要替人死啊！你有啥物资格甲人咧使性地啊？
规家伙仔都要看你食穿呢。那恁你拢满意啊吼？遐尔粗毛是要替人死哦！你敢知影我心内伤悲？你敢知影我心内伤悲？千万要记，微信通传出去呢。期待着你只老虎哩，若听到风声，一定会起哄，知啦？我知啦，我知。村内啊，市政府来去处理。那安尼讲，市政府要强制征收，安尼，阮就土地通好领。无毋对，人讲爱较配合哦。我知，知啦，知啦，知。安尼，就先来走。市长，无恁我先去走。免客气啦。市长啊，即马阮这放心，我拢甲恁处理好。哦，多谢哦，多谢。多谢。市长。多谢，多谢。即摆代志处理了安怎？咱拄则市长讲吼，就是因为咱要出面作证，所以代志毋才处理到遮紧。恁知无？拄仔市长佫甲咱说多声呢。阿爸，家在啊，天公要目睭啦，咱甲咱的田哦讨转来。福春啊，你看阿爸吼，规精神拢好起来呢，敢毋是因为小鬼仔走啊？市长哦。马上一只青嘛，大官好让咱厝会惊呾。啊，官费哦，遐一寡垃圾物啊哦，当然唔够我阿爸的心啊。安尼讲哦，咱厝要发啊。嘿啊，咱林家顶要出头天啊的款哦。阿哥，我已经甲主管报备过啊，各位的姓曾的哦，有怪咱村方啊。这声哦，声是有影，名声透惊声啦。咱市界的这个名句哦，会去让这个死查某鬼啊毁了了。啊，主管安怎讲？主管嘛替咱真不服啦。也毋过，迄个姓曾的伊是军人呢，必须要联合宪兵才会当甲抓啦。迄个姓曾的若是互抓去哦，一定爱受到军法的裁判。因的部队长嘛有连带责任啊。好啦，要啥哦？该下一个铁队。我这个民主若无爱哦。看什么人敢较好做去？阿哥啊，春风的代志还无算什么，这件代志吼较严重啦。这是拄才接到的公文啦。啊，这是阿啥？这是市政府吼根据法院的判决啦，限期要征收咱的土地。这土地是新世界，连个政府的地理都无，咱祖先放互咱这土地，你凭什么要甲咱征收？咱若是要耕作，有哪会用力啦？要毋过吼，就爱咱实际上去做。哦，这拢阿炮哦，伫咧甲我变鬼啦！我昨天哦，要甲伊拼铁底，到时哦，咱全家拢出动，敢伫咧拼输伊哦？大哥啊，啊，即摆咱市甲村里我阿嫂甲金童啊，尔呢？啊，市内一半以上的土地，啊，咱是要哪有法度人去耕作啦？啊，有啦，再过一条条例啦，我替你看。你看，这条条例写讲吼，出租人因收回耕地，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据者，出租人不得收回自耕。啊，这什么意思？啊，着万户啊无，迄万户啊，甲咱告的啦。意思就是讲吼，你袂法度人去甲伊续约，哈。假使你若甲伊断租了去，哈，若互伊生活发生问题吼，你着算违法。啊，照你安尼讲。咱所有土地一分都无属咱的哦，应该是哦，咱会当做偌济就留偌济啦。废话，啊，这個、意思毋是同款。应该是这边没错。是这儿没错了。你弟还真有办法。他就喜欢乱交朋友。主方，都没问题了吧？我就睡隔壁，有什么事叫我好了。记下。嗯。怎么了，帅方？以后你有什么打算？
几天再说好了。不过你也不要想那么多，一切由我。今朝齐大刚好期待你退休了。大哥，我有一个办法让你试看卖咧。你讲，你爱绝对信任你的电农，还佫信任我。我是甚物时阵无信任你啊？咱一定来一个解放领金属组。讲较清楚咧。嘿，政府若要征收，咱就征收。哈、啊，咱到时阵会用你将这个土地放了这个原来的电农，哈、啊，咱佮这个电农大家参详好势。吼、啊，啊，这电农要佮政府要买地钱，咱退出啦。好啊，是啦。你讲对啊，唔对啊？咱出钱退来买咱的地，嗯，安尼哪有道理啊？大哥啊，啊，这你也唔嘛？这名义上哦，这土地是属于电农的，啊，脚床后啊，这土地还有依然是你的呀、啊。你出钱哦，将你家的土地买倒，啊，然后啊，再给这个电农去做，啊，啊，一切甲原来拢总无变啊，啊，只要吼、哦、咱好啊应付所有成本，还佫有这电租，这电租收入哦。爱减这政府所公定的这个价格，减超过四成。咱用这个条件甲电农讲，电农一定会答应。嗯，安尼咱要谈啥？哎，至少咱顾着咱的祖公阿嫂啊。讲是安尼讲啊，迄、那个地价写因的名，啊，到时伊若甲咱反面，啊，咱要成啥物人？所以我拄则就甲你声明，你得爱信用你的电农甲我。大哥啊，这是最后的关头，看你敢唔敢拼。你敢知影我心内伤悲？你个所在转一下，伊那就好。好嘞，安尼啦，若是有啥物代志吼，我随时会甲你通知。好。啊，孙啊。是啊。啊，对了，恁大哥吼，叫我将这交予你。哦。啊。恁真罕惊！我来了。哎、欸，阿德吼，因听着讲大哥为着土地代志在咧操烦吼，啊，专门来看有啥物人帮忙无？啊，即摆要转去啊！好好好，阿德，去这下哈。我先散了哈。好好，先行啦。歹势啦，爹爹兄，我嘛是真顾不将的，希望你谅解。哎，齐柳先生，用茶啦，免客气，免客气。多谢你。大弟兄，安尼就会用的啊。啊，我会交代农业局吼，赶紧办，将保障费吼，赶紧摕出来。齐柳先生，啊是有啥物保障费啊？就是照公告地价所算的征收费用嘛。哈，啊，阮还阁有真好领的哦。是啊，唔通紧张，政府哪有可能占百姓的便宜？征收土地当然嘛要补偿，也不是土费啊讲。啊，是有偌济啊？这也照公告地价落算啦。啊，详细数目我嘛唔知影。啊，你一定袂少哦。你甲点咧啊？卖讲话人袂甲你当作下狗的。哎，大弟兄，无我先过去哈。大弟兄，多谢你看上。阿爸，咱两个哦上介好。后街市长哦，你免小心要做啊啦，我绝对哦出来跟你拼。哼。是的啦。Thank you.
的田就是安心哦。唉，食到这么多岁啊，头一摆来看，今麦要挂给人，想要怎么讲呢？金龙啊！阿爸呐，将咱市家所有全部的财产、甲土地交予你，你要安怎处理？我即马还袂想到这个问题啊。你想看卖，甲阿爸讲卖呢。哎呦，阿爸，做田哦，伤艰苦啊啦！啊，变来变去嘛是田，对不？你想看卖，阿公传予你啦，啊，你搁传予我，啊，后边我搁传予阮囝，有够无意思的。那我吼，我来甲这个田哦，规拢卖掉，啊来投资做生意。做什么生意？当你才读几年书尔尔，你爱会晓做什么生意？你常常甲我问，我都还袂想到。是毋是要搁去开家店？无啦，阿爸，我咧讲哦，我最近是有咧研究哦，研究迄落吼，大家会当来博，啊，政府搁袂掠，这种生意哦会做。死甲你这了袂听，钱干哪会袂歹啦？啊，是你家叫人讲的。不过，金童啊，莫搁讲啊啦。大哥，我已经联络遐农民，手续拢办好啊，即摆就等政府要放领。我放领啥物？今仔人食点啦？你放心啦，一向吼是咱自家咧食啦，无人敢食咱自家啦。就这个，就这个，这土地的放领就拢咱领啊。对啦，阿爸，即马咱就等政府放领啦。放领，哇，你讲土地哦，真足够。你讲家己我实在了。对啊，真够哦，这拢咱的啊啦，拢咱的啊啦。阿爸，安尼做事做了，唔才有价值。对啦，对啦，对啦。汤，啊，万老啊，你万听是欢喜的。这田这地哦，永远都是阮自家的啦。啊！纯粹讲，我要给人哦，也要给别人，袂给你啦。阵我死啦，你若免孝敬，讲要来阮齐家哦，你一辈土啦。最心爱的人一起在教堂举行婚礼，是要嫁给你啊？你啊？你不要乱说啊！